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粉店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"看图猜成语"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考验咱们两个的语文知识能力到了。我准备好了。开玩笑，我在小学的时候，语文成绩就没有低于过92分。先看一下手中的这个信纸啊，作者的话是叫盖尔雪莉。哎，他的迷你号哪去了？周围有看到他的迷你号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确实没有。好了，咱们直接开始看图猜成语吧。等一下，这边好像有什么？哦，猜对了，这前面这三个灯才会亮。然后这个图两只鸟，然后鸟后面一坨灰灰的东西是鸟屎吗？可能是哦，笨鸟先飞，哥哥。你看这个鸟看起来就比较笨，然后扑棱的比较快。我怎么感觉有点像是比翼双飞啊？等好会像等会等是，会等会等会比翼双飞吧？等会线索在它屁股后面这个灰球球的东西，灰球球的东西，难不成是一石二鸟？打一下。我还以为是比翼双飞呢，笨鸟先飞没看到，笨字，一石啊，二鸟，二。鸟在哪？鸟在这。好看了，完了吗？哎，亮了！哦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我的天哪！哇，我捡星 星。本意指一块石头砸中两只鸟，现在比喻一个举动达到两个目的。这个还挺有那个的，还把这个然成语后的第二意题，思给。这个一看就知道了，好吧？白日做梦。他流口水，哥哥，他跟你一样睡觉流口水一样。你这波反。给你满分，这叫指桑骂槐，指着这个骂自己，骂你。快点，白日做梦，去打呀！你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呀，你又没说，我怎么知道是白日做梦？白日日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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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哥日坐在哪？坐。看来眼瞎是真的会传染的。白日做梦意思是大白天做梦，本想比喻根本不能实现的梦。差不多了，对差不的，多就是这样，也差不可以多这就样是你说了。天天做的那种梦。看，滚！白点点聚成一个多，积少成多。少成成成，看到了，走喽。哼。开玩笑，就没有我答不出来的东西，一点一滴累积起来就日会历，由少哥哥变你成看，多。哥哥你看，日历，日历，然后我一以只为是蜜蜂，8月55。一只蜜蜂，一本日历。我看一下，蜂跟日历有关系的成语，我想想看。我想起来了，哥哥，什么？蜜蜂和日历呀，啊？然后蜂呢？和日历呀。哦，风和对，日丽，风，蜜蜂和日丽，风和日丽，我的天！你一说，我才想起来的。你说蜜蜂和日丽，第四关，风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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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呢？风在这，河呢？河在这。神想，风和兮兮，阳光灿烂，形容晴朗暖和的天气。第五题，然后这个什么，多多益善，多多益不对，善，不对，一个益，一本书，开卷有益，开卷有益。哇，哥哥你好聪明哦，开。书跟益组成的成语就是开卷有益。有没有没有有有有呢有有有。哎呦我的天，哥哥就在你右边啊。就在你右边啊！我的天哪，瞎呀！哎呦喂呀！哎，哥哥，哎呦，再见。我开卷打开书本，指读书益好处，读书必有所得，出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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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五题，然后看图，这什么？一只蚊子，一只苍蝇吗？和一个蚊香。蚊香。不，等会，春眠不觉晓，不，处处蚊子咬，咸鱼点水，哦不对，蜻蜓点水，
蜻蜓点水，你不是一个蚊子和蚊香吗？哥哥，你怕是虾哟。你看一下平静的水面，你用手指点一下，会不会起那个涟漪？就跟蚊香一样呀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蚊子，你直接跑到蚊香上面去呢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这个真的，蜻蜓点水只在水面飞行，用尾部轻触水面的动架什么鬼动作吧，比喻做事情肤浅不深入，也形容轻轻一吻。然后这一题，这个我可等一下一看就知道了，好吧？一二三，火冒三丈，火冒三丈，火丈丈丈丈丈三三三三三火火火火火火三三三火火火，火跟冒都在一起，冒在旁边。哎呦，你是真比我还瞎，真的，形容愤怒到极点。这一题我看一下，剪刀是剪彩吗，哥哥？剪刀，然后剪刀的话，剪彩。等一下，关于剪刀的成语，好像在我印象当中是没有的，那就，哦，一刀两断，一刀两断。应该是一刀两断，一呢？一在右上角。嗯，走吧。比喻由某种原因而感情破裂，单方和双方坚决断绝关系，从此不愿来往。哥哥，我们两个友谊小船就说翻就翻了。这个有什么？看图选择最佳位置，看一下，井底之蛙，井底之蛙，没有蛙字。没有蛙字的话，那就应该是坐井观天。这个没看到，眼睛好，没看到有蛙字，就是坐井观天。坐天，不是这个坐啊！你是文盲啊！你是文盲啊！我的天哪！关呢，哥哥关呢？啊，在这，走了。哎呦喂！意思只坐在井天看井里看天，比喻讽刺眼界狭隘或者学识肤浅之人。哥哥，你快过来看这个图，他是要充电吗？他给手机充电吗？这图我看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他的手机只有一半的电了，我想给手机充电吗？还是娃娃充电？这个看起来像一个什么水果吧？然后你是个娃娃吗？然后他张开嘴巴，然后这里他要吃充电器，这才吃电池吧？好像是，这是个机器人，它是充电吃电池补电吧，补充能量吧，应该是补充能量。等会儿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望梅止渴。哦，好像是的，你看它都流口水呢。然后它想象着这个是水，渴，没止，没马什么没，没止没止，马什么没？哎，打完了。什么什么都没。原意是梅子酸，人想吃梅子就会流言，因而止渴，后比喻愿望无法实现，用空想安慰自己。哇，可以的，全答对了。好了，咱们先结束这期了吧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们有答出来吗？拜拜。